有声音吗？哎，王一文什么时候上？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Hello。过了，去过了，有个巨星 online 连麦邀请是吗？对，是的。接受。对，很多网友问你报的是什么，然后都说你的造型特别帅。哦，王哥，好，王姐。王哥，你报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，林娜贝尔是不是？我今天粉丝新送我的一个礼物。这个好可爱啊！王哥，你今天比较帅气。王姐今天很白，要是咱没得夸，就不要夸，不要那硬个光打，夸，光打的白哦，吧，是吧？人白呀，嗯，人比较白。哎，我今天是这个兼职一下主持人的工作，嗯。希望进入直播间的嘉宾配合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工作，稍微配合一下好吗，王哥？配好合一的，下。肯定这个我们王中王搭配一下。哥加王姐，我们一定要1+1小于1。我们首先，主持人要 Q 流程了。首先呢，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好吧？请到来的嘉宾先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剧中饰演的是谁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子奇，在《只是结婚的关系》中饰演的是腹黑、傲娇、爱吃醋的霸总尹思成。那我也介绍一下我是王玉文，在《只是结婚的关系》中饰演的是，可爱，美丽。善良，开朗、活泼、大方、肤白貌美、身材好和 的顾西西，够了，够了，有点想吐了。等下我找我的台本呢。好，主持人看了一下台本。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，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恶心甜腻的环节了，叫可爱五连拍。五连拍，怎么拍？就掰，不是。我数3、2、1，然后我们两个同时摆出一个可爱的自拍姿势。OK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我有帮手。你有帮手，你请来了可爱的，这是个小第一个，狐狸。你好，不是吧？是兔子吧？这怎么会是兔子啊？兔子吗？是兔子，反正不是兔子，啊？反正哦，不是。原来是狐狸，好像是狐狸，好，是狐那狸，我看看，狐狸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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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，来吧，我数3、2、1，我们摆出来好吗？，OK。来吧，3、2。一，
你这个牌怎么会摆这么主要你请到了一个好嘉宾吧，别憋着，有话说出来，不要憋着。没有想呀。啊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好，三、二、一。我又输了。王姐胜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朋友。我也觉得还是西西那个可爱，没错没错。好了，我觉得王哥要先聊了，我们再来第三个好不好 ？OK， 来吧。前两个摆的可以说是毫无默契可言，接下来第三个考验一下我们的默契程度。不用考。你摆什么？你偷偷，你告诉我一下，你摆什么？我给你发微信看。你又发，哎呀，那我们充电，要拿去充电。嗯，三二一，一起摆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三。这个。我也想摆这个，这不巧了吗？来来来。